关于这个的话，我就是得拜托他，然后跟他撒娇，或者是请求他跟我睡觉。Hello, L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雪芙，今天要玩的是 Ask Me Anything。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去英国伦敦留学了。对，关于这个的话，我就是得拜托他，然后跟他撒娇，或者是请求他跟我睡觉。那你们最近有变好吗？最近哦，应该说平常来讲，我只要回到家，我就会给他小零食吃，所以一回到家，他就会来迎接我。但就是吃完那一个 moment 之后，他就会离开，因为他在家里可能真的太无聊了，所以他都会想要有人跟他玩逗猫棒，然后我就会引诱他到我房间，然后我这边跟他玩，然后他就会在我房间睡觉。好，我不在呢。所以你是偏 I 还是偏 E？ 应该是偏 I 吧。再算一下，细框眼镜，大麦克，我最喜欢哪一套 look？应该是小洋装那一套，还是其实全部都是小洋装？第二套，瞬间移动，就是一闭上眼睛，然后想一个地方，然后我瞬间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